优秀娜第一波超杀，萧敬腾、欧阳盆栽飞踢斗粉丝。我是杀手，按规定我必须在七天之内杀掉。萧敬腾主演的电影《杀手》欧阳盆栽昨晚在新威秀铺红毯举行首映会，主办单位使出人海战术，找来一堆来宾。片中演黑社会老大黄立成，也找来房祖名等400名黑衣人，壮大声势，差点把红毯给挤爆。不过昨天的抢镜王要颁给香港波神周秀娜，她的3-4D美胸一挺，现场美光灯顿时闪个不停。相较之下，主角萧敬腾出场方式就走搞笑路线。担任电影出品人曾宝仪大方露美被出席，老爸曾志伟则担任该片监制，他的弟弟曾国祥也来加油，三人难得同台。跟老爸共事就是后应该咱会不会压力超大的？压力真的、啊，因为要求很高。曾志伟则爆料和女儿一起工作，要是有状况，阿宝就说没关系啊，老爸你的钱以后也是我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以后也是我来承担的啊，算了，不要太紧张了。OK 了，整个哎呦，真的是了啊！懂新闻，台北报道。